我拿冠军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妈打个电话，我爸妈当时就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开心，就想着接下来的训练就要更加的努力刻苦。我们重点是在练体能，还有对抗，还有速度、力量这些。就是我现在呢，就是不能吃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着后面要多吃一点。我们是周末才拿手机，然后呢，我就一直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后面周末拿一个小时手机的时候，我朋友才告诉我们说我火了。当时我就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高兴，就是想着接下来的训练要继续努力。感谢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更加的刻苦训练。我的梦想是打入职业网球那道门。